为了表现你是功夫界最牛的，你会做很多傻的事情的。真系嘅，喺电影片入边啊，我讲真说话，我系讲真说话。我们就拿起什么都能打，不用护甲，你就光替我吧，打我的脸，好啊，你就打吧，打完肿肿的没关系，打左边吧。他看着我们，就跟我用武行说：“这样你们也敢做吗？这个动作谁做谁死啊！”这武行就看到那个人头上了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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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根本那不是人玩的东西。不是让我蹦下来的，你是让我站在那弄个背下来，背呀！你让我想都不敢想。这都谁设计的？我好多时都大步揽过嘅啫。他老不跳，那我就骂他两句。骂你！